雨，它都这里也下雨，这里没有避雨的地方了。这里可能海拔高，前面往前走一圈就，你要坐那个汽车，你看都五六度，那边情况又要问你。老师了，你刚才不说了吗？你这下雨，你鞋子卖了，怎么卖了？你都不看，你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是5月22号，周一。咱们今天还是在这个德格县的措阿镇，没有走，因为今天白天也没有怎么拍视频，因为白天下了一天雨，刮风，在帐篷里一直躺到下午，才起来把昨天剩的那个饭给热吃，这就是今天一天了。可能接下来的路程，我跟我朋友熊大就要分开了，不是分开吧？他们赶着，可能他不去新疆了，他又要去拉萨。可能是人，而且他们是就不是说在慢悠悠的走了，人家可能去那儿要有点事儿，可能就要快了。我即便是跟着往这走的话，我们路上也不可能在一块儿了，因为比较怎么说呀，人家走的比较快吧。所以接下来我的路程我也不知道是该怎么走了，可能也是会跟着他去拉萨，然后的话再从拉萨再进这个新疆。唉，突然有点走了半年了，突然有点分开，感觉有点舍不得，有点不舒服吧，反正是感觉有点不得。唉，没有办法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不过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因为今天在这待着一天，一白天不是刮风就是下雨，特别特别的烦，今天睡了一天也没有怎么拍视频，而且的话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一段时间呢，这个视频的这个播放量跟以前一样，但是收益是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还是怎么说呀，也是特别无奈。我一直在，哎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了，打算一下吧。如果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提议或者建议，可以说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这样了。明天的话，看看明天如果下雨的话，我就在这待一天；如果明天不下雨的话，我也就收拾出发。咱们还要不走317进拉萨，要不走到前面的话，从昌都，再走318再进拉萨。到时候看看吧，看情况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这样。喜欢小可爱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关注，小可爱再次感谢大家了，拜拜，晚安了。